你好，李先生派我来接你。原来是何探长，你的手也伸得太长了吧？这儿可不是法租界。哼！一帮蠢货！给我搜，挨家挨户的搜。您早说了，早就中毒忧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打鱼的、拉车的、扛大包的，你们和我就像是一颗小水滴，许许多多的小水滴汇聚成了黄浦江，汇聚成了长江，汇聚成了中华民族。王老师，你先生来了。玉文，你怎么来了？我们的一个客人出问题了。出什么事了？他失踪了。那你还不快去找？其他的客人正往这边过来，我一会儿都走不开的。那可怎么办呢？你的意思是我？玉文，目前我最信任的人只有你了。你需要我做什么？这件事情做起来会有危险的，法租界和警察厅的巡捕到处都在找他，我们啊，绝对不能让这个客人落到他们的手里。他到底是什么人啊？一名外国人。外国人？这么多人还都有枪，他一个洋人走到哪儿都能被人认出，居然让他跑了。蠢货，废物。老马，王老师，不用了，不用了。早上刚打的，你带回去尝尝。我今天找你有事儿。又是让我去上夜校，我不是不想去，谁不想认识字、有文化？可我实在忙不过来。不是上夜校的事。什么事儿？我知道你认识的人多，不过这件事儿。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说。昨天火车站枪响的事，你知道吗？知道，听说是警察要抓一个黄毛。那个洋人是我先生的朋友，我一定得找到他，
可上海滩这么大，我上哪儿去找啊？你的事儿还有什么好说的？包在我身上了。哎，表哥，你怎么来了？找你有点事儿。Un fantôme, un fantôme du communisme entourant l'Europe est venu à Shanghai. Il est le diable, la peste, répandant partout de ses mauvaises pensées. Nous avons eu la chance de le rattraper, mais toi, tu l'as laissé s'échapper. Et moi qui te croyais compétent, espèce d'imbécile, tu n'es qu'un bon à rien.去找，挖地三尺，也把人给我挖出来。这不是何探长？何探长，我这有份情报。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没兴趣。难道何探长就真的不想知道是什么情报？有屁快放！老规矩，先给钱。哼，屁都没放一个，就想让我给钱？你当老子傻的？还是你真钻到钱眼里去了？这世上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吗？哼哼，你何探长给法国人干，不也是为了钱吗？我知道你是大探长，眼里瞧不上我这号人，没准哪一天你还得求我帮忙。我还真想不出来我有啥事儿得求你的小瘪三。别以为你是探长就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过就是给法国人看门嘛，这笔买卖我还不想跟你做了。站住！怎么着，何探长，你还想抓我不成？抓你，我抓你有好处吗？你不就是想要点钱吗？喏，神气什么呀？自家女人被人给抢了，你不也没敢放个屁吗？你再说一次。我什么也没说呀。你不出钱，我找你轻敌去。你说你有我想要的情报？这事儿吧，还得从昨天说起。厅长，北平的电话。喂。雨岑，你让我很失望，十拿九稳的事你都办不好，你这个厅长是怎么当的？属下无能，属下无能。十天，我只给你十天，必须抓到这个柯林，否则你这个厅长就不要干了。是，一定办到，一定办到。你怎么还没走？徐厅长，那份情报，如果你的情报有用的话，钱我不会少给你的。徐厅长，你这儿里里外外都是枪，我要是说了，你一个铜板也不给。程子松是吧？哎，对，你这套雕虫小技就不要和我玩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这些上海的小瘪三儿吃白饭吃惯了，吃到我头上了。我劝你脑子灵光一点，搞搞清楚这什么地方。我一个堂堂的警察厅厅长，还用向你打听小道消息吗？
自己会走。我你，他妈的，狗眼看人低。呸！你说那个叫程子松的可能知道那洋人在哪儿？你怎么知道的？我猜的呗，他想向我们探长啊卖情报，可我们探长啊正在气头上没搭理他。我估摸着这时候他想卖出的情报啊，十有八九跟那洋人有关系。他是什么人？上一探的一个小瘪三了，啊，就是消息灵通。在哪儿可以找到他？他真的知道柯林的下落？他跟金宝是这么说的，我让金宝约了他明天跟你见面。别等明天了，我们马上去见他。Vous l'avez attrapé？ 还没有。C'est ça？ C'est ça le résultat que tu me donnes？ Après tout ce temps？ Écoute-moi bien, inspecteur Reux. Je te rappelle que tu as seulement 10 jours pour m'attraper Colin. Attrape-le, et comme promis, je te fais inspecteur général. Mais si tu échoues, haha, si tu échoues, tu n'auras qu'à retourner dans ton bidonville. On n'a pas besoin de bons à rien comme toi ici.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要不是你们无能，老子能受这个气？滚！来了，王老师，你放心。我就在茶楼门口，有什么事儿你招呼一声我就上来。哎，陈先生，我姓王，就是约你的人。请坐。听说你在打听那个洋人，你打听他干什么？警察厅和巡捕房可都在抓他。二位客官，请用茶。知不知道他的下落？你去打听打听，我程子聪是干什么的？在上海滩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事儿，就看你出不出得起价钱。他在哪儿？先付钱。你要多少钱？500。这太多了。哼哼，警察厅和巡捕房都想抓他。还是个洋人，肯定是个值钱货。他不过是个穷洋人，没你想的那么值钱。再说，我也没带那么多钱。那你有多少？我就这么多了。这可不行，要不等你带够了钱，我们再谈。哎呦。就怕警察那边等不了。哎，您看这个行不行？这不是何探长吗？怎么到这里办案来了？哎呦，
那我就不打。陈老弟，这么急着走呢？你上午不是有情报卖给我吗？你不是瞧不起我吗？这会儿又想到我了。废话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只要你帮我找到人，这些钱都是你的。有没有一个叫柯林的外国人住在这边？Mr. Colin。Mr. Lee sent us came to see you. French consulship gonna arrive here soon.你是谁？有什么事？巡捕官，这就你一人？还有我先生。你们谁？啊，是我先生，他在里面洗澡。哎，你想干什么？我们在捉拿一个要犯，请你配合一下。先生，我先生是有身份的人，你们这是成何体统？把你们俩证件给我看一下。在那边的桌子上，你自己看吧。你丈夫的呢？你们不要太过分了。那里面什么？一些随身的东西。放肆！你们不过是法租界的小小巡捕，嚣张什么？是不是要我亲自给你们总巡陆毅先生去个电话？让我看一下。赶紧把买鱼的钱给我结一下吧，我都等半天了。稍等一下。你赶紧去把登记簿改掉，说明柯林已经退房。以我的名义登记519。
当。回旅馆。里边请。客官，您的茶。好，找你来，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情报可是准确的，你抓不到人，这可是你们自己的事儿。他妈少给我废话，给我把人找出来。玉婉，你这次啊，做出了很大的成绩，真是多亏了你。我真没有想到你能把他从巡捕的眼皮底下给救出来。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害怕，那个巡捕敲门的时候，我脑子里面一片空白，心想这下可完了。我就知道你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这件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客人在家里开会的这几天，这里里外外的全都要靠你了。你就交给我吧。这几天多辛苦你了。自家人还说客套话。你千万要记住，没有什么紧急的情况，千万不要到106来找我。嗯。我们一定要确保这次会议的顺利。你就放心吧。茶楼的生意不错呀，这都多亏了你啊，王老师。这些举手之劳不要老挂在嘴上，我这次来也是想请你们帮个忙。王老师，你不用跟我们客气，当初我和长青从桐乡来到这儿，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要不是你帮我们介绍到这儿来，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在上海待下来呢。是啊，王老师，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是这样，这段时间这里不大太平，我们大家都要小心一点，所以我想请你们留意一下，这附近有什么可疑的人，或者巡捕房的人出现，麻烦你们马上通知我。不用跟我们客气，我们帮你留意就是。同学们，这两个字念独立。上海是我们中国的，可是帝国主义列强却强行在这里画出一块块的租界，他们凌驾在中国人头上，俨然成了这里的主人，甚至还要立一块牌子，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说明什么？说明了我们中国虽然是名义上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却没有做到真正的独立自主。帝国主义列强还在欺压我们的祖国和人民。王老师，我看您今天上课心神不定的，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还有一些朋友在对面聚会，我很担心他们的安全。那我们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不用了，谢谢。王老师，什么事啊，胡师傅？我在这看门十多年了，每个地方我都熟悉。报告厅长，何强还在盗走犯人，还在抓。到底是没脑子，有勇无谋啊！他要是真抓到人怎么办？怎么办？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法租界我们不能光明正大的进去，就不能偷偷摸摸的溜进去吗？跟我便瞄的，他还是嫩得很。长大再帮姨姨提好吗？好，真乖。王老师今天买这么多菜，家里来了些客人。来来来，我来。我自己来吧。来来来，你忙你的。我来我来我来，给我。你也提不动这么多，我帮你送回去吧。谢谢你啊，老马。丫丫看着摊儿啊。哟。今天怎么这么清醒、啊？是你，你是做什么的？怎么天天有空上这儿来？嗯，我，哈哈，我是学生，这不放假了吗？没什么事儿。你是院校的学生吗？那你也认识王老师了？啊，认识，当然认识。那夜校是晚上才读书啊，白天你不用干活吗？我喜欢到处走走，这不也是一种学习？你好福气。哎，你男人呢？他一会儿就回来。听你口音，桐乡来的？是啊，我是桐乡乌镇的。长青和我是桐乡。乌镇？你知道乌镇？你也是桐乡的吗？阿拉可是正宗上海人。我还以为你也是同乡人，那我们就是老乡了。我在上海没什么认识的人。你想家了？我和长青从小一起长大，小时候他经常带我到云柳镇看戏。啊，云柳镇离这乌镇不远，中间还要路过一个小桥。你怎么知道？我去过。真想什么时候回去，再坐在船上，长青弹琴，我唱。我们家乡的小调可好听了。我知道，我知道。白天云的相思，柳九儿种子，深怨我当这卑微死。长青，你回来了。这位先生是？啊，在下程子松。陈先生，你先坐一下，我们进去准备一下。啊。找了间小学校，要不送他去上学吧。可是明天我母亲就把丫丫接到江西老家去了。这么快啊？嗯。要不你送到我家来，我来带。哎，
不麻烦了，我母亲年纪也大了，也想让丫丫给她做个伴儿。李想，你刚才怎么跟那个人说话了？怎么了？他是坏人吗？你呀，没听我老师说吗？这个人可能是冲着王老师来的，我们一定要提防他。知道了。师傅，不要打搅他们。喂，厅长，何强把柯林给抓住了。何强抓住了柯林？好，你们按原计划行事。下黑手，当老子怕你啊？徐森，你怎么给我抢过去，就得怎么给我乖乖吐出来。徐厅长，我现在可是代表法租界巡捕方向的苗人，人是我抓的，你要不吐出来的话，我只有报请法租界工部局了。阿强啊，不就是个洋人，我还给你，完璧归赵。不过这件事情我是从始至终都不知道，都是我手下那批人无法无天私自行动，还好是落在我手里。阿强，这么些年你好像也不太长进嘛，手下小弟连个人都认不清楚吗？这要是你的人真抓了那洋人，英国人是有治外法权的，到时候英国人法国人一起找你算账，我不信你这小探长能吃得消。哈哈哈哈，这回你可是欠了我一个大人情啊。探长，人呢？废物，连个人都认不清楚。徐森，你得意吧，总有一天老子撕烂你那张嘴。金宝，你怎么了？这是，表哥，你别看我平时当巡捕好像挺风光，人人都怕我，其实啊，我连条狗都不如啊。早就跟你说别当什么巡捕了，招人骂。你看你那些老街坊，谁不背后戳你脊梁骨？你当我愿意呀？啊，何强、何探长这条疯狗根本就不把我当人。他以为他是什么东西啊，我呸，也是一个孬种。你知道吗，当年啊，他也是许森的手下，连老婆都被许森抢走了，屁都不敢放一声。这小子呀，也不知道怎么就巴结上了路易那个老东西，当上了探长。探长说白了也是法国人一条狗，让他咬谁就咬谁啊，还想当华人总探长，跟许森别苗头。
还不照照镜子，头上那帽子呀，比臭水沟的青苔还要绿。那你还跟着他干？我要是有别的本事，我能跟着他干？今天呀，我也就是跟你发发牢骚。何强这条疯狗，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再说了，他的好日子也快到头喽。怎么回事？你知道吗？如果这回呀，他再抓不住那个洋人，如意那个老东西是不会放过他的。洋人，金宝，你可不能乱来啊！那洋人可是我朋友的朋友。你放心，我妈说过，人是不能忘本的。只要我金宝能帮得上忙的，啊，你尽管开口。只要能让何强这条疯狗倒霉，我就开心。孬种，不敢跟许森叫的，净拿我出气了。表哥，你知道，从小到大，我爸妈都舍不得打我一下。自从跟上了何强这条疯狗，我竟天天挨打了。没找到人，难道你又想要钱？何探长，我可没这么说。我程某人做事是有规矩的，既然收了你的钱，就会把事办得漂漂亮亮。这么说，你有线索了？你知道帮助柯林逃的是谁吗？一个女的。没错，我知道这个女人住在哪里，她就住在街对面的104号。这是什么地方？能住在这儿，非富即贵，都是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你我都惹不起，你有办法？得用脑子。我盯了他好几天了，情况非常可疑。他每天都买十几个人的菜，那只能说明他家人多。问题恰恰出在这里。104号确实是晚上办夜校，但学员们并不在那里吃饭。实际上住在这里的只有门房一家三口，就真要买菜，也轮不到他去。这里边一定有蹊跷，我敢断定，柯林就藏在104号。这位先生，你要点什么曲子？何探长，你也喜欢评弹？不喜欢。你是怎么听到的？我眼睛看不见，就耳朵特别灵。王老师，我亲耳听到那人和姓程的说要抓你，你赶紧跑吧。你们不要紧张，我不会有事的。看来那个陈子松真的是巡捕房的眼线，不过他跟何强应该不是一路人，他不过是卖一点小道消息赚钱。走。什么事儿？我发现那个洋人了。在哪？在一家旅馆，可那不归我们租借馆呢。你看清楚了？我看的是清清楚楚。他手里还拿着那个黄色箱子。走。哎，等等，那可是许森的地盘呢。哼，他上次敢到我的地盘抢食，我就不敢去他的地盘捞海底吗？见过这人没有？人呢？探长，我真没有骗你，刚才你也听到了，好多人都说看到他了。我想他肯定是跑了。妈的，这黄毛跑得真快，
听着，派人盯着徐森的手下，我就不信他一点风声没收到。哎，探长，那104号人都不在，搜个屁！走。你们见过这个人没有？要看清楚了。见过，见过，见过他好几次了，肯定就住在这附近。上那儿去。老马，这次又要麻烦你了。你放心，我马上就到。不行，这个太冒险了，我不同意。我已经都安排好了，只要让那个柯林先生到时候去露个面就行，不会有危险的。金宝，你还得再帮帮我。我在这儿多谢了。这次真的谢谢大家了。这都多亏了你啊，王老师，声东击西，真是一招妙棋啊。是，这都是大家的功劳。哪去？哟，这不是何探长吗？你小子好大胆子啊，敢骗我。我真的没骗你啊。柯林根本就不在什么104号房，他甚至就不在租界。老子今天差点就抓到他了，你还敢说你的情报准确？这不可能啊。哼，看来还是你太高看自己了吧，福尔摩斯。下次最好不要再发生这种事儿，要不然的话，老子的手段你知道的。误会，一定是误会，一定是哪出了岔子，我一定会搞清楚。我想跟你谈笔买卖。什么买卖？请坐。请用茶。你也就别再遮遮掩掩了，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已经知道那个洋人在哪儿，就在106号。只要你肯出钱，我就当没看到。你想讹诈我？嗯，这不叫讹诈，这叫花钱买平安。还是那句话，你不肯出钱，自然有人愿意给我钱。陈子松，你这样一心只为钱，觉得有意思吗？哎呦，你真是老实。来给我上课来了。我不会给你上课，因为你根本不值得被人尊重，也不值得被人爱。我可怜你，真的。人活一世，总得讲一点起码的良心。可你为了一点钱，良心都被狗吃了。太太，你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挨过饿没有？你要是挨过饿，就知道良心不能当饭吃了。你一看就是大家小姐出身，读过几本书，就真的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啊？你讨过饭没有？你知道你亲妹妹就活活饿死在你面前，那是什么感觉？我爱钱，我只爱钱，因为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钱，什么都靠不住，就他们连我自己都靠不住。
或许我们可以好好谈谈。别跟我废话，还是那句话，花钱买平安。你不肯出钱，自然有人肯给我钱，到时候你可就别后悔。看来我还是想错你了，你就是一个无赖，我不会跟一个无赖谈条件。好，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查过了。你确定吗？那可是将军的家，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能随便动的。你最好是非常非常确定。我可不敢确认呀。那这样吧，所有出口给我堵上。你们这是干什么？一队给我上楼，所有房间做个遍。二队给我来。什么？竟敢私闯民宅！又是你，这些人是干嘛的？他们都是我夜校的学生。学生？学生不上课在这干嘛？今天隔壁的电闸坏了，我是李将军的朋友，我跟他说了一声，借用这里一晚给学生们上课，难道这也犯法吗？我仔细的搜，我就不信他能飞上天去。放肆！你们再敢胡来，我就向你们总巡投诉。探长，我们到处都搜遍了，没有找到人呢。哼，我会记着你。收队。把陈子松那混蛋给我找来。我刚才还看见他了，这一会儿就不见了。哼，跑，我看你能跑哪去。
刚有没有注意弹的是什么曲子？像我们这种人哪听得懂这种东西啊？哼，十面埋伏。报信，你都出去。说，给谁报信？不说，老子就扒光你。去。你以为这里是李公馆啊？这个女人有赤色嫌疑，我要带她回去好好问话。你敢？你就试试我敢不敢。金宝，你们想怎么样？住手！你们想干什么？住手！好胆量，聚众抗法是吧？老子正愁今天一肚子火没处发，抓人！住手！要抓就抓我！不要太冲动，你这样抓人的话会惹成大麻烦的。住手！你一定不得好死。不要以为你是李将军的朋友，我就不敢怎么样。惹急了我，老子连徐世昌都敢杀。蹦！今天就这样算了。不过我给你保证，我们会再见面的。
妈的，怪不得要买十几个人的菜，全他妈是套路。我他妈怎么就没想到呢？长青死了，是我害了他。要不是我让他帮我放哨，他不会死。雨文，其实我心里也非常难过，但是你必须要相信我。家是我们同胞的骨骸，我们该怎么办？你是一名有文化、有思想的新女性，你本想用普及教育来唤醒民众，你没错，但是这还不够。要想真正的唤醒民众，就必须要让他们明白，只有流血才会有胜利。长青死了，但是他们这股力量必将像势不可挡的洪水一样，将阻挡历史潮流的污泥浊水彻底的冲刷干净。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不是为了鲜花和掌声，也不是为了荣华和富贵，而是为了千千万万受难的同胞。这是多么艰难的事，但是又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假如有一天需要我站在敌人枪口面前的时候，我会毫不退缩，因为我知道我的背后站着的是我们四万万的同胞。宇文，你愿意陪我走下去吗？我愿意。
厅长，昨天晚上何强那帮巡捕房的人搜查了理工馆，还打死了一名唱评弹的艺人。提供情报的是程子松。程子松，何探长，我发现了。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要是你再找不到人的话，我当时觉得就不对，我明明看见了柯林，何强为什么找不到人？我想到了隔壁的104，当时我根本就没有看到那个叫王玉文的女人进106。他怎么会出现在那儿呢？两套房间中间一定有暗道，于是我钻到了104，找到了暗道。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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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后诸葛亮有个屁用？再说租界我能进得去吗？我现在要的是人。你再发现他，就立马回来报告。钱，我是不会少给你。你要是跟我耍花样，我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要你的小命。是，是，徐厅长，我一定告诉你。妈的，是你也要我命，他也要我命。老子有几条命，王八蛋。新鲜的鱼，买条鱼吧。王老师，老马，我有急事，帮我脱身。您的鱼。谢谢。买鱼啦！买鱼啦！买鱼啦！新鲜的鱼。那个女人给你什么？你想干什么？打算看看，快！哎，有人抢钱了！走！有人抢钱了！有人抢钱了！有人抢钱了！注意拉断！什么东西？给我走！给你开始啊！住手！不许动！都不许动！巡捕官，把他们几个给我抓起来！我们是警察厅的，我们也在办案，凭什么抓我？你什么时候变成法租界的警察了？我怎么不知道啊？你知道吗？不知道。你知道吗？不知道。你们那手伸的也太长了，这不是警察厅的地方。我们探长说了，说是许森来了，一样抓。哎，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啊！你这咋？那个女的呢？这就是那女人的同党，一起抓起来。你是怎么知道她就是那女的同党的？那女的不是给了她一张纸条吗？一定是情报。真的吗？什么纸条？交出来吧，要是让我们搜出来就不好看了。王老师刚才给我的是买鱼的钱，看来我们被那女的骗了。走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探长要是怪罪下来，
都是这帮瘪三坏的事儿，我们怎么办？走了，散开了，散开了。对不起，对不起，稍等。告诉我，刚才那个女的买的是哪趟车？这钱就是你的了。你告诉徐森，让他亲自来领人。我给他半小时，过时不候。徐厅长，你是怎么调教小弟？连点规矩都不懂。这不懂规矩也就算了，脑子还不大好使，让个女人给玩了。看来这些年你是没什么长进的。不过看在你老一大把年纪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我还帮你好好调教了他们一把，你也不必谢谢我。我可是一直记着你当年对我的好，心里总想着有一天我要好好报答。看来你还真的是出息了。我们走。厅长，厅长，这事儿。探长，我们把人跟丢了，我们无能。这事儿不怪你，你办得不错。要有一天我升上华人总探长，探长的位子就是你的了。云霞，长青的后事我都已经准备好了，你一定要节哀。哦，这里怎么歇业了？你有什么事？我们单独谈谈。云霞，你坐。我没什么话要跟你单独谈，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好，那我就直说了。你每天买那么多菜，可104并没有这么多人。这些菜做给谁吃？是那些赤色分子。我不光明白这一点，我还明白何强那个傻瓜没有抓到柯林和那些赤色分子，是因为有一条暗道。可我还知道你要乘火车离开上海，车次是139，目的地是桐乡，我没说错吧？你是怎么知道的？还是那句话，花钱买平安。你真让人恶心。我只是生意人，我才不会管你们那些个破主意。
我只要钱。陈子松，我算是看透了你。我本以为你还有一点人性，可你跟那个何强没什么两样，是禽兽，是狗，为了两根骨头就到处咬人的狗。好，骂吧，骂吧。我看你不想做这笔生意了。你不是想问怎么歇业了吗？我告诉你吧，就是因为你告密，长青死在了那个禽兽不如的何强枪下，他甚至还侮辱云霞。你们干出这种事情，还算是人吗？什么？他男人死了？你不是消息很灵通吗？你不知道是因为这消息不值钱是吗？你走吧，我没什么跟你好说的。是狗，他何强更不是人，是狗，狗。来，喝酒。你不能再喝了，喝多了，你还先回去吧。我知道我不是人。你说的对，我是条狗。我自己是哪里人我都不敢承认。我15岁来上海混，就像狗一样的到处流浪。为了活下来我什么都干，只要有钱我谁都出卖。我对不住你们。别别别别，你来做什么？你们怎么都来了？我们不放心你，要去车站送你。王老师，你这一走，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以前你总叫我学文化，可我总觉得以后还有机会。可今天你这一走，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进夜校了。我又不是不回来了。你们这么一大帮人，生怕警察不知道吗？快回去吧，你们的心意我心领了，快点回去吧。王老师，我爸是火车站的司机，我们进去了没人会知道的。我都说了不用送，快回去吧，谢谢你们。厅长，车厢已经没控制，给我一节一节车厢的搜，不能放过任何一个人。是，走。报告厅长，没有事的。检查仔细了。是。陈子松敢骗我，传我的命令，全城通缉。是，松开。
有件事儿我必须告诉你，我已经把你们的车次告诉徐三了。我要回老家了。其实我也是同乡人。我们的行程已经泄露了，必须马上走。我现在就去重新买票，走得越早越好。那条狗追来了。我说过我们会再见面的。你们以为骗了徐三的老王八蛋就能骗得过我吗？不过我还真小看了你这娘。到底是干老师的，随随便便几句话居然骗得程子松那个见钱眼开的小瘪三想要重新做人，真是感人啊。我敢肯定那帮共产主义的幽灵就在你身后这节车厢，而我呢，只要走过这一节车厢，他们都一个都别想跑。我说的对吧？这一次，没有人能救你。不能让他们过来，你们别过来。王老师，赶紧把车门反锁上。
这一次，还有谁能救你？你想过去，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Ha ha ha!